谢谢，非常的感谢各位桃园乡亲父老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大家平安。我有一今天站在桃园这个舞台上，好像我回到娘家一样。我47年前来到桃园，接受了中华民国警官学校的教育，我每天对着中华民国的国旗升起，它孕育着我，让我成长茁壮，告诉我如何保家卫国，告诉我一生要始终一个信念，因为我的毕业章绣了一个叫诚，亲爱精神，告诉我中华民国是我的国家，台湾这个土地是我孕育我终长大的厝，国家含厝是连到底，没有国哪来的家，没有家怎么会有国呢？今天再隔一个礼拜，这一场选战对中华民国、对台湾的安全来说，是一个命运红绿灯的十字路口。对我的人生来说，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意义，以我在出生日时枪林弹雨的过程当中，我毫无畏惧，毫无害怕。但是面对中华民国这一役，谢谢这么多乡亲们站出来，谢谢后面所有的国民党最优质的领导干部，最棒的年轻的民意代表，他们很心急，他们很焦虑，因为7天以后我们同样要站在这个舞台，到底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中华民国，我们怎么样面对台湾这个土地，在这7天这是上重要关键的时阵，我拜托大家把你的国旗拿出来，咱爱这个中华民国，爱这个台湾，咱绝对不能输去这一场选战，咱用咱的生命顾台湾，顾中华民国，拜托大家，拜托大家，顾台湾，用生命顾台湾，顾中华民国。8年了，您的艰苦我了解，您的不平我知道，您的怨叹我更加清心会当感受到，因为我拢伫第一线，含咱人民连到底。我嘛知影，我是5年前出来选举，我选举是61岁，我人生有一个目的。国民党他都要组织些国力真好，咱面对过去，咱要有反省的能力。我们面对反省，我们才会有进步。我们用这个力量，看到民进党5年前一党独大，从 NCC 以及从处转会变东厂，这就是一党独大，影射杀伤力最强，不断的在选举的过程当中，又抹黑，又抹红，把是非颠倒，来强取豪夺，骗取人民的选票，赢得政权。这样的民进党，糟蹋了人民，侮辱了人民。让他横行霸道，8年了，够了吧，够了吧，够了。
是要给拼起来，你是要拼起来，你是不是要拼起来，拼起来对吗？拼起来对吗？尤其选举这段时间，我真感慨。某红老，我觉得他们什么理由都可以说，他们无同款的，拢是红的。连我咧讲反对会时，明明赢得蔡总统支持会时，小副总统候选人嘛支持会时，台独里面。民进党内底冇写到会死，听日我问赖清德，你身为一个要做国家的领导人，你的人权价值在哪里？你要会死还是反会死？站出来讲清楚，讲不清楚，我头就走。结果明仔的一个新闻，中国界限。中国界限，这和反会时和会时有什么关系？用意识形态操弄仇恨。今天面对一个仇恨值这么高的民进党，来染一下我们的民意，侯友宜一定秉持一个善良、正直、勇敢。不断的抗拒，不断的来迎战，让我们找回咱台湾人想可以、想善良、想定居的迄块，对不？善良，拼正直，拼勇敢。那仇恨、贪污在路上，诈骗在路上，黑金。在路上，咱内心要惊吓，引战在路上，歹毒在路上。这台车一直开去遐的时阵，咱台湾会平安未？咱人民的巴肚过会好未？我看到新潮流。偌清的猥琐、既得利益的结果人，黑金复合体，在这条路上，要把咱人民带去，万劫不复，存人下去。我看到人民欠长内多的过日子，看到新潮流吃饱饱，人民的愤慨。人民的不满，我看到咱未来，咱台湾无法度和国际接做伙，咱日子过袂过的时阵，侯友宜这一守护中华民国的安全，最重要的也要带给台湾经济的蓬勃发展。这一役，我跟赵少康、跟立法院在韩国瑜的带领底下。结合桃园市的所有的区域立委，以及结合所有全国国民党的区域立委，还有部分区的立委，我们要当选总统、副总统，给国会过半，好不好？我会一个有钱有责来组成。联合政府，结合各党各派最优秀、最专业的人才，大家不分你我，来共治这个国家，全民共享，政治一起共同努力打拼，打造一个青年有效能。找回我们的和平尊严、公平正义、清廉勤政的台湾。我经过几十场枪战，我点来讲，
我是做有福气的人，我死无去，我几啊届去互穿，拄伫头壳顶，歹人穿甲刁落，性质拍无出来，我好运，一点命捡倒来，但是我明仔载继续战，因为我无惊遐过，我知影我内心我是有信念，我有价值。行到今仔47年头，老天爷我这条命，上重要的就是要顾中华民国青天白日，要顾台湾民主自由。在这个关键的时间，我一定招咱在遐上有力量，柯文哲、郭台铭，咱这有志之士，大家共同来。我刚刚听到韩国瑜的呼吁，我们大家一起联合起来，找一个人民可信赖的政府。我侯友宜、赵少康，会用我人生最后最重要的阶段，奉献给我所爱的台湾人民，疼惜照顾我的台湾这个土地所有的人。我爱你们，也谢谢你们让我有机会从一个基层的刑警能够有机会参选总统，这就是国民党不一样的地方。我也会带着改变国民党的力量，改变台湾的力量，我台湾永兴出乱。2024嘉伟十三赢得胜选，我赵少康一定会赢，所有人民各国人民一定会赢，赢回中华民国，赢回台湾，台湾再出发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担心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2-3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，睡得好让我整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。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